有没有那个 ASMR 的感觉？有。跟咕叽咕叽有什么关系？来，每天都要来一杯冰拿铁。哎、欸、啊，Hello， 每天都要来一杯冰拿铁，层次分明哦，真好喝。刚才那个 NG 的会剪进去吗？你要我剪吗？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最新一集的 podcast， 今天也是我们第十集的 podcast。Hello， 我是五一，我是艾尔文。你已经开始在放空了，是不是？没有，我就是我还在看、哦，我没办法一心多用。就叫你，我把仿纲写出来之后呢，提早看，你都不看，我有提早看的。这个礼拜我们在频道上面，各个平台上面也是给大家满满的内容。我们这个礼拜更新的礼拜一跟礼拜二都是 podcast， 早上的五点钟有声音版的 podcast， 然后晚上的六点半有影像版的 podcast。 礼拜三的时候我们在子频道里面发布了一则就是爱无价的影片。真的无价啊，我真的很累。你不觉得那礼物很棒吗？你竟然给我拿一个什么杯子环保袋，给我换一个 Galaxy Buds Plus 的耳机。哎、欸，实用又环保，实用又环保。你今天讲话是怎么了？一直咬舌。然后礼拜四的时候，我们开箱有评测，跟大家介绍了 Dyson 最新的吸尘器。那个有人在说，谁家里会一次用到三台吸尘器？其实这个问题、我早就问过他了。我跟你们讲，就跟五一之前分享的一样，像圣斗士星矢，他们收集的公仔也是收集三只，一只是要煮人的形态，一只是要煮圣衣的形态，另外一只呢是怎样拿来收藏，是不是？一直是未开封哦，未开封就是收藏用嘛。你看吸尘器就不一样咯，吸尘器你可以在客厅放一只，房间一放一只，房间二放一只。可是你知道你家里只有20平大小而已吗？好像不到20平耶。所以你用 V11 基本上你它电量都有40分钟啊。 V11 超过一个小时，对，就够你。没有啊，或者是我也可以放在车子上面用啊。没有，当初车子上你原本说要用，你后来说因为怕电池爆炸。对，我很怕电池爆炸。对，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那种有电池的尽量不要放车上。对，因为我怕夏天的时候，对，太热，然后它会爆炸。又或者是等我们之后有了新的工作室之后，一台就放家里，一台就放工作室啦。所以你现在都是在胡扯啊，说什么一台家里一个家里要三台。我只是告诉你，我后来我觉得你唯一能接受的说法啦，就是说你要拍评测的时候把三台拿出来比较，我觉得这个说法合情合理。对啊，所以我们这种身为评测者的就是要收集各式各样的。那你一开始说你需要什么房间一台客厅一台，就是胡扯。我只是说可以这样子应用。那这样10台都可以啊，厨房也可以一台，厕所也可以一台啊。没有，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啊。就像你手机的评测者一样，你不会说哦，我们买完评测完之后就把它卖掉啊，之后事后它再出新的手机的时候，你就可以拿来比较啊，去做评测之类的。哎、欸，对，所以最后它的用意只是用在说事后评测、哦、可是我说真的它的功用用不到三台，我只是说你就承认这一点，我只是说也可以这样子来应用。没有，你就是胡扯。好，然后礼拜五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更新了子频道的一集干话系列。你要不要好好的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九五坏点？我觉得很多人到今天都还是无解。不会啊，还蛮好理解的吧？我看还有几个人他理解我们的梗呢。我真的觉得艾草很有天分。然后反正上个礼拜原则上应该是有三集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礼拜时间也有限。哦，对了，我们还在礼拜三的时候进行了专属艾草的直播。哎，有吗？哦，有。哎，你是失忆症是不是？哦、我也有来，你也有来，你现在才发现你有出现在里面，是不是？对对，我没有出现在里面啊。你的声音出现在里面，然后礼拜六呢，我们就更新了哦，久违的，就是从去年的12月份，我们到上海去庆生的影片，终于在今年2020年的4月25号，我们十周年的这一天，千呼万唤始出来。对，千呼万唤始出来，我们更新了我们在上海庆生的影片第一集，感觉第二集也会难产。这一系列都会很难产的，因为第一，我跟你讲，这种影片就是这样子，你放久了之后啊，你脑中对它的记忆力跟架构就全部都瓦解了。其实我也是看了昨天的影片才开始有点回来当时的一些记忆。对啊，那感觉如何？还是很不错啊，对不对？就尤其事后回来再看的时候，尤其在现在这种当下，对，看到那种出去玩的影片、哦、
对，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其实这个系列的影片照理来说啦，原则上我们每一次出国回来啊，或者出去玩回来之后，都是隔周或者是在下一个月，就算是一整个系列，像杜西之旅的那一种，也是下一个月我们就开始陆陆续续的上架了，基本上是每周更新一支到两支。但是为什么这一次会拖这么久？原因是因为我们12月去完回来之后，1月份的时候我们又准备要出国去拍片嘛，我们去拍游轮啊。哦，去日本啊。对，我们去日本拍游轮，去上海再到日本就拍游轮回来啊，结果就开始爆发了疫情。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讨论了之后就想说，好，这个时候也是希望可以呼吁大家多待在家里，不要随便出门。那你呼吁大家多待在家里，不要出门，不要出国，然后你在那边一直 po 这种出去玩的影片，这样对吗？可是我看很多旅游的 YouTuber 他们还是继续 po 欸。哦，就是我们自己的媒体道德啦。其实这也还好，这也没扯上什么媒体道德啦，因为其实你就是分享记录当时。对，我只是觉得说大家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说，哦，还可以出去玩啊，什么什么这种，就是会你想要出去玩的冲动都没有办法。哦，可是也换个角度啊，就是因为现在都不能出去玩嘛，看个影片过过干瘾也不错啊。我觉得现在就是差不多时间点了，因为毕竟现在四月份了嘛，然后再来就是毕竟我们的内容是跟上海相关了，那大陆目前现在的疫情感觉上也许就是已经缓下来，当然我们没有在当地我们不知道，但至少他们也开始在复工啊什么了，我觉得也是时候慢慢开始释出这样子的影片。那昨天发布完影片之后，大家的留言都蛮正向的，就是说哦，不能够出国或者是不能够出去玩的这一段时间，看到这样子出去玩的影片也蛮过瘾的。对啊，就是可以望梅解渴一下。嗯，是真的还不错啦，而且感觉你的频道很久没有更新这一类型的 vlog 啊，就不适合嘛。然后，啊啊，另外我们又真的是没有出去嘛，好，所以有啦，我们之间有中间有穿插一些台湾的旅游啊。对，台湾的旅游就是比较近郊的，去爬山的武林农场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爬一座山，在东眼山啊。对，东眼山啊，你记忆力真的很好。是你记忆力太差。对，然后星期六的影片我们也完整的跟大家示范了什么叫做五一真的是吃货这个道理。也还好吧，出国或出去玩是不是不是这样子吗？哎，你在那一部影片里面是完整的示范的，就是哎，我们怎么从头吃到尾。我们那天饿了一整天呢。是这样讲没错啦，而且我们吃的都是小东西。对啦，可是你真的是完整的都在吃耶，没有停下来过。有人出去一直都在减肥的吗？没有这回事吧。是这样讲没错，可是回来之后你有开始减肥吗？中午的时候我叫你吃沙拉，结果你为什么说你要吃披萨？那好，算了，这不是重点。刚刚有听到一个重点吗？就是我们是在2020年4月25号十周年这一天发布了这个影片。一方面刚好也是差不多是时间啦，另外一方面就刚好觉得说，哦，十周年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其实在过去我们每一年在过纪念日的时候，前几年好像还好。前面几年还好啦，后面的时候就比较多，就是找到一个名义可以去出去玩啊，或者是来庆祝之类的。其实前几年好像也有过啦，只是刚开始都比较简单，好像就是去吃个干杯之类的。哦，之类的，对，吃个大餐，就是会在一起，然后去吃一顿比较好吃的东西，或者是那个时候觉得负担比较大的。毕竟那时候你也穷嘛。我穷学生欸，那个时候，啊，你知道十年的时间有多长吗？十年有多大的变化？就是你买衣服最高不超过500块，到现在。当初艾文跟我交往的时候啊，他说我买衣服从来不超过500块。那个时候你心里的想法是？那个穷酸鬼。没有啦，就是学生，真的是学生啊。对，结果我们的十周年是怎么过的？来，你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吗？昨天啊。哦，我在家，你也在家，你在工作。对，我们都各自在家里面过，因为我要赶着上传昨天要上传的那一部影片，然后五一呢，他们家里要庆生，那结果呢，我们就两个人都各自在家里面过。我真的觉得这是我们十年间就是最……可是我们之前其实也没有要限定在这一天当天过啦。哦，四月二十号当天这样子，我们没有这样限定啊，因为之前有可能是在平日啊，我们都是抓这附近的区间。
对，像杜西之旅我们是五月份才去，对对对 对, 对、啊、就只是找个名义过日子对，找个名义出去玩而已，所以这十年间最平淡的一次，但是这一次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要不然我们其实原本在今年初的时候就已经规划安排好要可能要去美国，要去加拿大、要去欧洲，要去哪里哪里，就是一直都列出来，一直在讨论都要买机票了，结果就爆发疫情就不适合出去了。上个月原本有计划说是不是就去花东旅行，但是好像还是不适合旅游。对啦，就是因为你记得吗，前几个礼拜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连假嘛，清明儿童节连假的时候就肯定爆发一堆人哦，那时候好像公布了十几个去过那些地方回来的人都要居家隔离，自主健康，没有没有要居家隔离，是自主健康管理，可是有些公司他会他有要求你就不能来上班，对吗？我有记得什么就哪一家公司先开始说哦，这些去过这些地方的人就在家里这样子。对啊，可是大部分好像都还是自主健康管理比较居多、要不然会太多人哦。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人，肯定大街上不是大爆满吗、很庆幸那一波危险期应该过了啦，以那个期间来算的话，现在算的是那一群从军舰上面下来的那一群。对对对，因为目前台湾这几天都没有本土案例啊，所以那个、今天我刚刚有看一下高峰期应该是过了，我们今天是在公布完今日的确诊数字之后才开始录音的，今天是零确诊，今天是零确诊，对，今天是零确诊、那非常好耶、太棒了，我们都要这样自己拍拍手是不是，对，自己做音效，你知道穷吗经费不足，所以我们还是决定说先暂缓一下，真的等它完全比较稳定了之后，我们再来考虑说出去玩的这件事情。比较稳定以后，其实也没有说完全不能出去玩了，只是大家真的要避开，不要都一窝蜂的挤在假日或什么。如果平日你确定真的人比较少，我觉得也没有到完全不能出去走了。还有啊，这样子很闷欸。还有啊，那时候你不是跟我说要去抹茶山，结果是不是幸亏我们也没去？那个吓死人。结果隔几天之后，五一就贴了一张照片在 LINE 上面给我，哇，上面真的是塞满人，他完全动不了，对，完全动不了。我第一次看到山上有这种情况、真的很夸张，所以就是幸亏我们上一次也没有去，所以原本想说哦，要不要去花东，就想说哦，虽然说花东也是零确诊啦，就很怕像他像抹茶山这样，因为大家都想说要往户外跑，对，就全部都挤在户外，对，非常恐怖，所以我们就真的就是先延缓啦，反正之后再说嘛，至少反正山在那里不会跑掉，重要的是至少我们两个人都还健康的 在一起吧。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过去的这 十年里面是怎么过的。其实就像刚刚所说的，其实我们前面几年也都没有什么在过，从我们有印象开始的讲好了，对，从我们有印象开始讲好了。第一个我们真正开始会去玩或者去什么的时候是五周年的时候，去韩国首尔，对，2015年的时候。为什么会去韩国啊？机票便宜吗？好像是，好像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去过韩国，然后算是我们第二个一起出国的地方。我们在一起第四年的时候我带你去香港，那个时候是我们两个人同时一起出国，第一次一起出国，对，香港是我们两个人第一次一起出国的地方，之前我们就都是在国内旅游这样子而已。对啊，后来就是韩国了，对，香港，先香港，后来在韩国。可是香港那时候是生日的时候啦。对，香港就是你生日12月份，是在2014年的12月份，然后2015年的4月份我们就去。但你那时候会觉得好玩是因为澳门也很好玩，是因为你只要人去就好了。哦，对。然后吃喝拉撒规划全部都是我在包。这就是旅游啊。而且那时候艾文还没有开始拍片。拍 vlog， 对。他只有照相，所以那时候我们出游很轻便。哎，那时候我还有带相机吧？其实已经相对起来算轻便，以一般人来说还是累了。哦，因为你的相机那时候还是很大台，只是现在想起来就是轻便很多很多很多。未来会越来越重。好啦，就是尽量控制嘛。就是我也很庆幸我们这十年里面没有因为日子的变化或者生活形态的改变而发生什么变化。然后、哦、有发生很多争吵了，但是这之后再聊。所以我们就去了韩国首尔，在五周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机票便宜吧，我记得。然后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去过，就想说去走一走看一看这样子。对，有什么特别原因吗？我现在还是想不太起来。没有啊，我们就纯粹的想要去走一走看一看而已。
哦，就去明洞走啊，在那边烤肉啊。那时候好像是听很多人讲说那边很好买哦，但是回来以后哦，去了以后才发现也还好，是女生比较好买，对，女生会比较好买啦，因为它是很多化妆品啊，或明洞那边啊，嗯，或者保养品啊。我们买最多的那个时候是在 SPA， 然后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台湾还没有开 SPA 这家店，那 SPA 就有一点像是在韩国的 Giordano Uniqlo、或者是日本的 Uniqlo， 对，那那时候他们就找了很多少男团体、少女团体来代言嘛， Super Junior 跟那个少女时代之类的嘛。哦，少女时代讲出来我都哭了。那时候我们就在里面找到，哎，好像还不错的一些衣服啊，怎么我在里面买最多？然后就想说，哦，这样也不错啊，至少回来之后不会跟别人撞衫。结果回来两个月以后，台湾就他就开幕了，嗯，他就在东区那里大开幕，而且衣服全部从那里搬过来，一模一样的，撞衫撞到烂，对。所以五周年的时候我们去了韩国首尔，那六周年的时候我们在国内旅游，我们去七星潭，哦，爬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山，对，叫追鹿古道。追鹿古道是一个要去申请的，对啊，那时候我就提前去申请，因为艾文是外国人，他不太懂这些，就没有了，他本来就不会申请东西啊，就是很麻烦。老实讲，我就是想要直接去，对，他什么，他是旅游不爱规划的人。然后七周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国内旅游，七周年的时候我们去了乌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拍 vlog 了。哦，好像现在都还，对，所以大家如果看到在推播旧片的时候看到，对，大家如果想要看的话就可以搜寻乌来艾尔文，应该在 YouTube 上面就会搜寻得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去就乌来啊，去那个云仙乐园，对，云仙乐园。为什么会去云仙乐园？你是永远都想不起来那些名字对不对？对，我记忆力很差。因为云仙乐园那个地方是我们在一起一个月的时候去的地方，乌来啦，乌来，乌来而已啦，我们没有上去。我们那时候就是没有去云仙乐园。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上去吗？为什么？因为你说门票好贵，200块，那时候吗？你真的那时候是穷学生。我那时候才大一耶，大一在一起一个月之后，我们一起规划一个旅游要出去。对，那时候真的很辛苦。哎、欸，你想看那个时候是真的是穷学生。对，我们是苦过来的。对，我们是苦过来的。现在也没有多有钱，好不好？只是说过的，相较于那时候啦。哦，现在只是过的可以，就是学生的快乐跟现在的过的形式不太一样。哎、欸，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是骑车去的、欸。对啊，那时候可以这么热血啊！现在叫你骑到乌来，我还是可以啊，我还年轻啊，你还是可以吗？你确定你可以吗？我还年，你确定你可以吗？我还年轻，你能骑到乌来吗？我怕你骨头散掉。你骑到新店你都不行了吗？我怕你骨头散掉。哦，没有，我觉得你现在骑到新店你就觉得累了。好了，是有点远啊。还有，等下录完就死定了。好，那接下来就到八周年，八周年大家就印象深刻了吧？就是很多人是在这一系列的影片当中认识我们的，哦，就是大妖精。嗯，对，大妖精一次过直接来，其实也是觉得说，一方面是我们都存了一些钱，然后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说，我们没有去过欧洲，对，我们没有去过欧洲，就想说八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就规划一个比较远的旅行，我们就一起去了欧洲，那都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去欧洲，就一世成主顾，就爱上了这种远程旅游，对。就觉得说，哦，我们接下来就是一定要那个周年纪念，实在是个好名义，可以出国。对，那所以杜西之旅的影片，大家其实也都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找到。杜西之旅真的是回忆满满诶，而且我真的很庆幸我有用影片的方式记录下我们所有的过程。对啊，还有记录你怎么样 miss 掉那台车。miss 掉那台车，你说没有没有搭到火车的高铁，他们高铁，他们的那个跨国的高铁的那一种，真是学到一个宝贵的经验。还有啊，他们的车票实在是贵到靠腰，对，他们的那个火车票真的是贵到很可怕。然后我们在杜拜的时候啊，冲山被放鸟，哦，对啊，也是，就是很多很精彩的故事都在里面。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充满惊险的旅程。现在回去看，我还是觉得回忆满满，虽然我觉得那时候的画质什么东西都那时候是用 80D 嘛，对，那时候是 80D， 那时候你已经觉得我带很多东西在身上了。嗯，是很多啊，但是现在有了经验，几年的经验之后，你大概也知道说出门旅游可以带什么东西，少带一些什么东西了啦。你说你吗？对啊，可是我看你还是我，你不觉得我越来越会掌控了吗？没有，你很有时候还是很想偷渡三轴跟脚架。啊，我真的，我人生的愿望就是可以带三轴稳定器出国拍 vlog。我相信你的愿望不会实现的。
对，所以八周年就是跟大家认识的时候，杜西之旅系列的影片，杜拜加西班牙。到了九周年之后呢，哦，九周年也是一个，这也是还好有影片。对，九周年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记录了你害了我多少东西。九周年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记录的一年。为什么呢？因为九周年我们原本规划了一个叫什么啊？张家界啊，对，张家界，就是想说要去到那边看一下那个哦什么。因为我从小一直幻想要去的一个地方，对，因为五姨也姓张，他就觉得说不，应该也不是这个原因的，是他的景色啊，还有很多去过人都跟我形容，人生一定要去一次，而且他是阿凡达的拍摄景点，对，就说真的很漂亮，对，要去，对，所以我们事前都规划好了，也都很兴奋的跟大家公告了，跟那时候前期的一些 vlog 啊或者直播上面，我都会跟大家讲说我们要去什么啊。张家界啊，对，张家界，你的记忆力不要这么差好不好？对，就跟大家讲说我们要去张家界，就很兴奋哦，饭店也都订好了，门票什么东西都找好了，结果出发的当天我们在机场就直接来个一日来回。你是不是过度自信？那时候也没有过度自信啊，那个时候就是什么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就是过度自信啊，你没有 double check 啊。我东西都会 double check， 我只是没有 double check 到那个日期。结果我们就到了桃园机场，要出发的那一天，要搭飞机的那一天呢，被那个地勤人员发现说我的签证，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感谢那位地勤有发现，因为如果去到那边，才被发现的话，就可能要被遣送回来，对，就更惨，有可能要花更多钱之类的。对，反正就上不了飞机。结果我们就来了一个桃园一日游。你当下的心情到底是怎样？你有跟人家分享过吗？公开这样分享？我不知道，应该没有吧。公开分享应该没有吧。我们就是当下把它记录下来而已。对，我说你当下就是发现那个。现在咱过了一年之后要开始算旧账了，是不是？也没有啊，我只是很好奇啊，因为那时候我没有说什么啊。对啊，对啊，因为我知道那时候其实也于事无补啊，再讲也不会更好啊。嗯，其实我那时候真的还蛮平淡，我也没有生气耶。很平淡？对啊，你很平淡，我觉得很压抑。有可能在放空，他太早起来，其实脑袋还有点空。我当下的心情哦，就是很慌，非常非常的慌。但是我又知道说，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解决现在发生、此时此刻那个时候当下发生的事情。可不可以办退票啊？可不可以做其他事情补救的方案是什么东西？因为当下慌啊或急躁，其实已经真的没什么用了，你就是要快点，但我尽量弥补。对，那时候还好机票有退啊，他退了我们多少？70%啊？好像差不多吧，我也忘记了。你的那时候基本上很多，然后前一个小时基本上是不让你退的。对，是因为我的那个机，对，因为我买的不是联航嘛，也要感谢一下那个张家界那边。哦，我记得那个叫牛家庄还是什么，他让我们退住宿，因为基本上啊当天也是不能退的。对，他们都让我们退了，他让我们全额退。对，那个时候我好像是在 booking.com 上面订的。对，他服务态度真的太好了。嗯，我那时候就默默许愿说，我如果之后人再去，一定要去他们那边住。对，一定要住回去那一家，当面感谢他。对，不知道他姓不姓牛，要不然我也不认识。对，所以九周年呢，后来我们就变成桃园一日游了嘛，就回到家之后马上就是不要浪费，反正五一的假都已经请好了，就订了去东京的机票。对啊，你知道那时候多尴尬吗？假都请好了，就隔天回去上班，所以因为对，因为那个对方没有发现他的签证过期，所以就实在太尴尬，就不能回去。对，所以那一部影片也蛮精彩的，就还是选择就是立刻再找一个地方。我们的人生真的是靠 vlog 在回忆一切，尤其是像我这种金鱼脑的人。没有，也是像你这种那么容易出包的人。我那很容易出包，我东西都会 check 好 double check 好，不好？啊，又不爱承认的人，你看有影片可以做。 blah blah blah。 好，所以那个就九周年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改成去日本东京，因为最快最方便，然后我们也熟悉，而且还有一个我们很想去的地方就是富士山呀、yeah， 对，我们就去，是叫河口湖是不是那个地方？河口湖啊，对，我们就去河口湖，然后注册在那边玩几天这样子。嗯，而且想说那时候有大把的不满，就要靠 shopping 来填满它。日本是最容易满足这项心愿的。对，后来我们买很多吗？也还好吧、我们去日本好像还蛮多的，我记得我们也是去了两次。我说我们去日本向来都不会少。好吧，
对，然后接下来就到了今年了，就是十周年。对啊，原本是规划美西，美西东南西，对，美西就是加州的那一边。美东跟美西我很难分啦，你跟我讲加州或者跟我讲 LA New York 或者 New Jersey 我比较好分。 OK， 反正就是原本我们就是讨论了很多个地方嘛，去纽西兰呢，还是要去加拿大呢，还是要去美国的就是加州那一带，还有啊那个啊土耳其啊，还有土耳其最早的。后来发现就是从我们是从去年底开始规划，不管五一提了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出事情。他提了土耳其之后，然后土耳其就爆发战争，也只有土耳其啊。后来还有加拿大是不是？还是加拿大没有怎样啊？加拿大是你不能去哦。加拿大是因为我申请签证非常麻烦，对，因为我人在台湾。对，你申请签证你要回马来西亚，而且还要在那边待十多天，对，才可以就直接拿到再直接回来。要不然我没有我的护照在那边办签证，我没有办法回到台湾来。这点也很莫名其妙，为什么要那么久啊？不要问，这种公家机关的事情就是很麻烦。所以你辈子要去加拿大都有点困难，对不对？就是要，也许就是之后修改的，或者是之后线上申请 Visa， 或者目前啊，就是要去加拿大非常困难，就对了。对，因为我听说在台湾申请会很麻烦，就是我这种外籍人士啦，我这个马来西亚人在台湾申请加拿大的签证非常非常的麻烦。就是你不管在台湾或者去回马来西亚申请都很麻烦，都很麻烦。对，好可惜哦。加拿大感觉很好玩，因为它好像也可以看到极光。嗯，它有一些地方可以看到极光，而且它也很多大自然的那种，对，它的那个湖景山景超好看的啊，有机会再去啦。而且它那个台湾有直达，所以我都去不了了，不要讲。对，现在都去不了，现在就不要再垂涎三尺。反正今年就是，哎呦，你会成语耶。我中文造诣比你好吧？那个闲怎么写？就是这样子写。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一起的这十周年里面，其中五周年是怎么度过的。所以周年纪念日对我们来说应该算是蛮重要的一个日子吧？应该算是我们少数有共识觉得应该都要庆祝的日子。对，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就是对你们来说周年纪念日算不算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或者是应该要去庆祝的日子。你知道十年你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其实这样子回头看一下，十年也就是这样秀一下就过了。可是这十年的变化真的也非常的大，就是我已经从一个穷学生60公斤到80，你再讲一次。我什么时候有上八字头了？你有病哦！而且到70几，而且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69公斤了，好不好？哦，只是我身高178公分而且你那时候真的很瘦耶，你那是皮包骨。那时候就是觉得骨感就是美，而且你那时候，这种鬼话你敢讲都不敢听的。而且你那时候脸上是满满的胶原蛋白跟零毛孔。我现在没有胶原蛋白吗？那时候是满满的。现在呢？现在呢？你讲话给我讲清楚一点哦！你这骨头都快散掉的人。我们现在是影像版还是都有声音版都有？好，声音版的人晚上记得看 YouTube， 可以看一下自己回答。这人家一巴掌给你拔，我现在也没有很糟，好不好？我今年31岁，现在维持成这样子，而且没有很多痘痘。好了，毛孔比较多而已。我毛孔到底是有多多？我有在定期保养，好不好？现在。我每天都有在涂东西。我们拉回来，不用回答这个。是你故意？你看，你没事找事吵。EQ 真的很低耶，那么容易就被激怒。对，十周年已经从一个穷学生，然后到毕业了，然后已经进入社会工作了，然后也从公司正职离开了，到现在自己创业了。十周年真的也不算短的时间。所以在十年前的我觉得我的变化还蛮大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想法观念啊，很多东西现在就是变得两个人经过十年的磨合之后越来越接近。非常大。你那时候真的很爱很爱过节，喜爱到过节到让我有点想揍你。那时候我会跟他讲说我们要过，你说端午节要过，中秋节要过。这很棒啊，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很棒。可是你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节日你都要过啊。我觉得母亲节你要过，我没有母亲节也要过。我没有讲说我要过母亲节，还不是跟他妈，母亲节不是跟他妈过，是要跟我过。就是找一个名义出去玩啊，或者是多吃东西而已。我觉得你要说比较莫名其妙的应该是那种什么清明节。
不是，怎么在一起一个月？哦，那个也很莫名其妙。在一起50天、100天，对，在一起一个月，在一起50天，在一起100天。哎，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你到底有完没完呢？你哎，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天真浪漫的小孩子，21岁的少年呢。你那个时候已经是个老，你再说一次，你看就你再讲一次。对啊，就是我把相机推倒，跟你讲。对啊，就是你们知道，跟一个年龄相距比较大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就说：“哎，不要动他，不要动他，会失焦。”你再重修一次那句话，就是年龄有稍微一点点距离的，这样也不行。再讲一次，就是跟一个小孩子在一起，你说跟同年龄的呀？哦，跟同年龄。不行，我是认真的在讲啊，就是需要磨合期啊。那时候你已经经过社会的历练，社会的洗礼。你这样讲的好像已经那时候已经三四十了一样。你那时候不要乱讲话。你那时候三字头了吗？我不管你，这集我不要录，我就决定要把它毁掉。哎，你给我好好讲话，你给我好好讲话。反正就是10年，这些情侣之间相处都是需要磨合的，因为每个人的成长背景都不一样啊，然后想法观念。我觉得你造谣造得很夸张，都需要磨合一下。对，所以这样，你今天还有什么想发表的吗？反正那时候你就是特别爱乱过日子。爱过日子，但是没有特别爱乱过日子。有50天、100天，我觉得还蛮乱过的 啊。那也就是第一年啊，我第二年也没有跟你讲说我要过一个275天的纪念日啊。哦，你第二年好像也还蛮多那种东西的。哪有啦？你说什么一周年的第一个礼拜、一周年的第一个月，哦，还有一周年的第一季，有吗？这种什么东西啊？有吗？我那时候有讲过这种话吗？有，你什么鬼话都讲过。哎，就是你知道。天真浪漫的少年，今天这一集的结尾就让你来收尾好了。你们会觉得哪些节日是最适合情侣一起庆祝的，就是一定要过的？我们后来得出的比较结论应该就是像这个周年纪念嘛，还有一个就是生日。这之前也很多人讲过嘛，有些人就是一直爱过节啊，反而给对方很多压力哦，对不对？可是有些人又什么都不爱过，尤其比较常听到啦，就是很多男生会跟女生说，哦，我就是不爱过节，不爱过生日，不爱过什么。哦，可是这样久了以后啊，其实那个相处的热情会，我觉得会消灭一点。对，所以我觉得适当的过，一起过一些节日，一起庆祝一些节日，记得一些重要的日子啊，对于恋情的维持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对，这个是来自一个10周年人的忠告吗？什么叫10周年的人？啊，我也是10周年人啊，就是在一起10周年。这句话形容的很奇怪。还好吧，就是在一起10周年人的一些忠告。哦，这还好吧？不知道，听起来就怪怪的。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多节日真的也都可以过啊。过，虽然说他们不是限定说在情侣之间，我觉得过年我们也要一起过啊。好了，可是对于我来说，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人在台湾，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节日我们可以一起过。哦，对，我可以帮你解释一点。嗯，我那时候为什么后来会渐渐体谅你那么爱过节，就是因为体谅你啊，你有可能就是因为一个马来西亚人自身一个人来台湾，嗯，啊又没有亲人，嗯，苦苦伶仃，啊，天生又浪漫主义。没有，天生又孤单爱哭怕寂寞，所以就很喜欢找人一起过节什么这样子，然后又没有朋友。对，又没有朋友，所以只能找你，是不是？对，你不要讲到我人生有多悲哀好不好。我在跟你在一起之前，我的朋友是很多的好不好。两个吗？没，我是跟你在一起大概3-4年之后，朋友才开始变少了。哦哦哦，有人相信吗？我真的一巴掌给你扒下去。好了，今天这一集的 Podcast 就到这一边，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或者是在 YouTube 的留言区这边来给我们留言，那我们会在下一集的 Podcast 当中再来回复大家。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我们说要回答问题都没回到。结果我们对真的好，下礼拜再说好了。好，我们下一集优先先看 Apple Podcast 上面的留言，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但是现在时间已经40分钟了。艾文真的很会乱讲话，没办法，不好意思啊。拜拜，拜拜。